喜欢我们的节目吗？记得订阅草地状元频道，打开小铃铛就能收到最新影片的通知哦。噔噔噔噔，今天跟你饮料好了哦。哦，这都是我们的。哎，对对对，我先问你，谢谢谢谢。彤彤，来来来，这个女的，这个我的。好，谢谢年哥。来啊。好，他说接一点，好好好，呵呵，行行行，哎，那吸管在这里。小姐，你的东西好了哦。哦，谢谢店长，谢谢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谢谢。哎，小姐，是，小姐，好奇怪啊，啊，我们是叫饮料，啊，你叫这个什么果皮哦？这个不是买的。哦。对，这是店长送我们的。哦，是哦。对啊。啊，你拿这个要做什么？这个是我们要拿回去做护手清洁剂的。这个可以做护手清洁剂哦。而且我听过，就是清洁剂有很多种嘛，但是我没有听过护手的哎。哎，真的哦。对啊。哎，好像我们是第一次听到哦。是哦，这个啊，很多公家机关都跟我们采购哦。不然我们就跟去看看啦。我都没有看过那种清洁剂的制作过程啊，而且这个很特别，又是护手的，真的很少见哎。小姐是这样啊。嘿。因为哈，这个我们这个小姐有同。他没有看过，那是不是可以啊？跟你去，然后去学这个清洁剂要怎么做？没问题啊，欢迎你们来一起来看这个护手清洁剂是怎么做成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。这个我替你拿。真的。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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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来，安呢，这里，哎，小，好，哇，哇，辛苦了，这个都准备好了哦，啊，这个要戴这个，对，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手套呢戴在惯用手的另外一只手，哦，对，等一下呢，我们要削果皮的时候呢就不会削到手，那个下皮啊，这个果皮啊真的有精油成分的，只有这个表皮这个部分。那如果我们整个啊用这个下去泡酒精取精油的话，你会看到这个里面的东西是不需要的，浓度就会降低。哦。所以我们把果皮削下来以后，就可以拿到一个最好的精油了。哦，那里面呢？里面的就不用了。里面这个就不用了。这很硬哎。因为啊，我们要保持它的新鲜度，所以啊，我们就把它先放冰箱，就是冷冻了以后，它的新鲜度就不会受损。所以我们可能削之前啊，稍微把它上面的霜稍微把它擦掉。哎，瑞琪姐，那我想要问，那是只有要用这个柠檬皮，其他的也可以吗？其实啊，只要是柑橘类的都可以，而且不同的水果有不同的香味。柠檬季节的时候盛产的时候，取最新鲜的水果。我刚进来啊，看他们这个都是你们这里的员工。他们可以说是员工，也可以说是学生。哦，怎么说？他其实是我们的服务对象，就是一群身心障碍的孩子。哦，对。所以我们这边算是什么样的地方啊？我们这边是为了身心障碍的学生开设的职能训练场所。对。我来给那个来家做清洁剂的所在啊，是一个真特别的职能训练中心呐。专门帮助六岁以下的小朋友最早期的治疗，啊，甲十八岁以上的大朋友做工作培训。34年来，已经帮助了3000个学生啊，让因有自力更生的能力，啊，来回归的社会，减轻着家庭的负担哦。因所做的产品呢，不只是讲生活日用品，而且全部拢是呢友善环境的物件。不怪讲会受到知名企业啊、甲公家机构伊的喜爱哦。我们说要来拿那个芦荟哦，你知道我们要来了，嘿，啊，所以说你在准备芦荟要给我们拿机会，已经帮我们准备好了是不是？要先来采收哦，对，我们要采收好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要一起来啊。那采收是要什么？要把整颗拔起来？嘿，可是我们要先分旁边的侧芽出来，因为我们不希望可以再种下去。像我旁边这边已经采收一些侧芽出来了，对对，这个就是侧芽啦，这个侧芽是活的哦。真的怎么活？是有魔法吗？这里？
啊，金田哥不要再玩了。侧牙是旁边，对，先把它甩甩松。对，我们要这样子，就是用刀子这样刮下去，它就起来了。这个就把它甩甩松。对，然后过来旁边的部分，我们可以再把它种回去。啊，因为这个有伤口的部分，我们可能要先放个三四天，给它伤口愈合好。其实芦荟蛮好活的啦，种下去它就可以帮它慢慢活起来。所以可以这么小这样子，然后还要再种回这样这么大。对对对对。要用多久才会这样？很茂盛。哦，到采收大概要两年了。那要很珍惜的用哎。听说这个对皮肤什么都很好，对不对？对烫伤。你为了皮肤要好，你要忍耐两年才可以擦得到。才可以再用，对，真的。那像现在我们要采回去，对，它采什么样的？可以摸摸看它的厚薄，比较薄的就是还先不要采收。那像这种比较厚的，我们就可以采收比较有瓜的猪肉，从根部开始挖。这样，动动一下它就。好轻松哦。阿宇老师在咧讲，演艺教室啊，除了讲种芦荟以外，阁有种万寿菊、啊个香茅、倒秋芳等等的植物，唔那是会当咧提来做防蚊液、杀蚊，啊阁会当咧让学生来 DIY 做小盆栽，训练因的大肌肉、小肌肉，啊个手眼协调部分，买当培养艺术细胞哦。训练因的创造能力哦，不过呢，话阁讲倒转来，这芦荟啊，甲处理了后呢，就要先将这肉甲刮落来泡做酱，甲进行泡好的精油甲染做火，阁加起泡剂啊甲盐，甲静置一工，无添加附属清洁剂，安尼就完成啊。也毋过瑞奇老师直直讲，阁再刷落来，装杆啊，则是上困难的动作哦。那个漏斗呢，就放在瓶子。上面这边，然后这个量器呢，哎，就是咬了，然后啊，这个是我会了，这个会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两岁就会了，是吗？我两岁就会，这个漏斗嘛，然后拿过来这样，直接这样子装。那怎么会漏出来？哎，对对，就是用这个漏斗，这个是漏斗，对，这个是漏水啦。这个板就是这样子的。为什么这样？你这个坏掉了啦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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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故意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啊，我们的。学生啊，他们啊不会看这个刻度，所以如果你一整个拿起来，它就是满的，然后就会放，对，放到瓶子里面去就会满出来，对，就太多了。所以啊，我们特别啊，在这个容器的旁边啊，就是挖了一个两个洞，然后他们最多就只能装这么多。而且啊，这个因为清洁剂它会有泡泡，所以装的时候你会说啊，奇怪，怎么没有装满？是因为啊，我连那个泡泡的那个量都预算出来，今天装，然后再静置到明天的时候，我们再把没有满的部分再加一点点，对，就会刚刚好了。那做这个的用意呢，就是特别要让我们的孩子们，对，可以自己独立的工作，所以这个是外面买得到客制化的，是我们自己做的，自己做的，自己挖的洞啊，自己做的，对对对，真的，那每个细节你都在想得到。对，其实我们平常啊，除了工作上班时间以外，我们常常有时候生活中也会想到，哎，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做什么什么，可以给孩子们用哦。每一个孩子其实都有他们的专长跟特长，如果我们找到一个好的方法教他们，他们就可以学会。所以真的是没有那种教不会的孩子，只有不会教的老师。对，老师好伟大哦！我这边还有一个，你们来猜猜看，这个是可以做什么用的？这是瓜丁。哦。瓜丁我啊，然后不是哦，不是哦。你知道这个做什么？喂，啊，听不到。啊，可是这不要有洞啊，有洞。对啊，就有洞，听不清楚。什么啊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它也是我们做洗碗巾要用的一个辅具。哦。你看看这样子可以做什么用？哦，这边画画。哎，对哦，到底这个是要做什么？是要让学生贴标签用的一个辅具，刚好要贴在这个框框的里面，就是把它贴上来。哦，刚好了。对对对对。如果有这个东西，我们来贴也是很漂亮。对对对，也是很方便呐。除了这个以外，哎，再来猜猜看。噔噔噔噔，这个。是什么？你猜猜看，是跟绑东西有关系？我都想一件很奇怪的，测量视力。没有这样测量啦。这个啊，是一个食品的辅具，这个用来做水饺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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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水饺皮。因为啊，它就是要把它做成一片一片圆圆的。
但是呢，孩子们不知道要怎么去测量它的距离，所以我们就把距离一个一个一个都定量好。为了让孩子们呢，他们在制作水饺皮的时候呢，能够善用那个材料，所以就把这个制作出来，他们就照这个位置。我知道他们会自己会做吗？会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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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厉害！对对对对对，这样安了解啊。好，那清洁剂等一下做完，我们就拿这一张。这一张要做什么？对，拿这一张去找高手。去找高手。对，找烘焙的高手。这是地图吗？通行证。嗯，对，没关系啊，反正我等一下去烘焙班，对，就找高手就知道了。也给我们一张像藏宝图的东西，是要来这边烘焙室找高手。你看我们的高手现在在做什么？蛋糕啊，是这张吗？对啊。哦，这个的中央，对，完成了吗？好，我们蛋糕要给谁啊？给品照啊。好，拿去给品照。哦，你知道了。所以它也是一个辅助他们做包装的，对，辅助一个，它可以制中。对呀、啊，他是说高手嘞，那高手他只有这样摆，就是高手。我们的孩子哦，会做面包，会做蛋糕，啊也会做饼干。我们个个都是有烘焙丙级执照的哦，都有执照的哎，这很难考哎。丙级啊，这你们都是哦？对，那我们都是。哦，那不简单哦。想袂到特殊需求的朋友呢，经过不断的训练了后，嘛是会当甲大家做为竞争，考取国家丙级烘焙证照，有影是哦无简单。老师伫咧讲，特殊需求的朋友呢，并不是讲伊袂晓，嘛不是讲伊唔捌，是你爱找着方法来教伊。无的确，伊学物件比较会较慢，记忆力呢可能会较无好，伊无啥会晓甲人沟通，一摆两摆袂用的，一百摆、一千摆。人讲铁杵也能磨成绣花针啦。阿公告成了，吃完了，谢谢大哥。那个今天呢，就谢谢你们啊，我们也这个要回家了。对，谢谢你们。谢谢。哎，还没有，还没有哎。啊？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。还有。啊？什么？这个啦。这个。哦。我拍谁啦？那个哥好，你送门去。这个不是要送你们的，我们要拿着这个到山下的商店去卖的。自己做还要自己卖哦？对呀。那我们等一下就一起坐公车下山哦。哦，坐公车？坐公车哎。哦，好久没有坐公车了。对呀。那个讲趣味啊，可是为什么他们都要一起坐公车？他们要一起去山下，一起帮忙卖东西啊。就开车下去就好了，为什么他们要坐公车？哦，坐公车也是一种训练，在社区里面活动啊，他们也不可能自己开车啊。那怎么在社区里面移动？就是坐公车是最方便的了。这样他们已经有坐多久的时间？应该两三年了，就这样搭公车。两三年。是哦。对。哇，你们有做这个做两三年的？做两三年了。那个是啊，对啊。不错哎，做这个会不会很高兴？有。他开心会不会唱歌？小苹果。唱小苹果。小苹果。跳苹果。真的。好，你来唱。你看小苹果，高吧，哎呀，这个有人在拉，这个拉起哇哇哇。对，耶！哇，这样每天跟他们在一起，这样是蛮开心的。对啊，开心的。哥，你好，我叫高丽锦。啊，我毕业。哇，这个相片怎么跟你不一样？这是我，这是你啊？对，这是他小时候的。小时候啦。对。跟你爱心。我喜欢你。瑞奇老师在咧讲，特殊需求的朋友呢，时常会受到异样的眼光，嘛容易和社会排挤。为着让因会当融入社会啦，因唔呐伫咧职能上做训练，
嘛教因食衣住行，上重要的是成立了二手物资爱心商店，训练学生整理归位卖甲买的观念，那是乎寄出来用袂到的捐赠物资，互真正需要的人使用以外，嘛互学生做物件伫咧遮卖，所赚的钱互学生做奖励。虽然金额无多，也毋过呢，对增加自信心是非常有帮助的。即卖阁有劳动部的加入，互更加侪人来了解到因的用心哦。那我今天来到这边，这边算是一个技能的一个训练的机构，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很讶异，然后也觉得很感动。很讶异的是说，我觉得每一个人真的，大家不要去低估他们可以学习的能力，他们真的做得非常的好。然后再来觉得感动的就是老师们，他们真的很棒，他们每一个环节任何的小东西都是帮这些学生这些孩子想的，就是非常的仔细。然后我就觉得真的，我觉得台湾很棒，就是有这么一群人，然后是很有爱的，然后在做这件事情。所以这一次可以参与，然后跟他们学这些东西，我就觉得哇，自己是学到非常的多。他是因为早餐的关系，然后就造成脑性麻痹这样。然后老师又跟我们讲说，这里的设备不是到最好，可是这边的老师都非常用心。他那时候来的时候就是全身瘫软啊，然后就在地上，哎，那时候还不会滚，就是连翻身都没有办法，然后也不会讲话，什么都不会。对，然后到现在就是。都一直撩妹啊，就一直跟老师聊天，就是最近他的进步真的是就是突飞猛进，然后连我们自己都觉得天啊，就是不要放弃他们，他们真的有无限的可能。是妈妈接着我的概率我发的超大爱，超大爱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们的教学品质一直秉持着，不要可怜我，你要教育我。我们不可怜，勇敢去面对我们所有的问题。好，我们很多产品做得不错，但是行销这一块，我们是最难的。对我们来讲，因为我们很会教学，但是在行销、在公关部分，我觉得我们是缺乏的。那劳动部多元进来的时候，它的包括包装的设计，经过一点一滴是带着孩子做出来的，那个说服力就够了。我觉得，我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有潜能。虽然我们动作慢了一点，反应不快，但是我们不是可怜，我们要的是尊重，请给我机会。我相信孩子，你们都会做到的，不要放弃，我们继续走下去。因为有一群爱你们的老师跟工作者，我们愿意陪着你走。你们不要害怕，我们是一起的，我们是在一起的。是啦，人哋咧讲一枝草一点露，拄到啊，你就要勇敢去面对。今天呢，我甲彤彤来这学做护手清洁剂，意外来发现到这个充满温暖的所在，这群人用无私的爱、耐心的陪伴，甲永远唔放弃的教导，点点啊守护这的折翼天使，让因呢徛甲更加在、更加有信心啦。就亲像主任所讲的，陪伴呢是一件足伟大，嘛是足辛苦的代志。伊相信讲，也一粒种子。大地就会开出着一朵花，付出一挂力量，世界就会因为你来改变哦。有一块土地，一块充满人情味的土地，有一群人。一阵满心朴实的人，用着台湾人不惊艰苦的精神，拼出每一人头壳顶的一片天。不管岁月如多久，无论身躯在何方。咱的身边永远拢有草地，永远。